这辆车的更强口，我们来研究一下哦。那车子换布换到这样高，哦，一个人会坐不会坐，我们看人就知道了。老板，这种就死啊咯，只是会写啊，会进步啊。啊，每个人说骗话，写啊不能进步，看看嘛，还要加这种铁片哦。这辆是什么车啊？也是一辆车哦。现在我们坐出去看人家的，啊，只是会进步啊，我们看一下。看看嘛，人家这样子搬，啊，这样子搬正确，要加铁片出来，它的空间有作用，啊，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，我们能接受，我们借了阿比里锅条线哦，老板看一下，哇，难呢，人家借一根讲绑不高哦，不会做不会做，就结果几年，五年两年，你还跟我讲啊，全部做错都不能回搞啊，啊，这我也不用什么加啦，也不会重啊，它这个肯定重的。这个有我们的作用，我们的理由啊，一样也是平平一样车啊，看看看啊，男人能接受吗？不能接受就回家，搞包不要做。谁要不能进步还要说骗话，只是谁要会进步啊。